今天我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优号的手刹在哪里，这个我研究了半天，给不知道的朋友看一下。首先底下我一开始看到三个可以踩的，我以为这个是手动挡的，其实不是。然后把这个踩到底，这个是手刹，这个踩到底，然后如果想松开手刹，把这个扳一下它就起来了，这个手刹就已经松了。所以左边这个是踩到底，左边这个就是锁上了手刹，然后这个是刹车，这个是油门，其实是一样的。然后仪表盘这块我们来调这个是不是调这个档位的，是在这里，并不是在车的中间，两个座椅的中间，是在这里。然后它的当车启动之后，屏幕上这里会显示它是什么档，然后扳它就知道了。我研究了好久，好吧。